大概是我们、哎、你能不能做一个这个姿势，那个脚这不是这样，我怕他们哭了，都是怕他们流鼻血。哇，我怎么知道流鼻血？挤一下嘛，我想看，我特别喜欢看这种。对，就是那种。这个不需要挤，真的。你看你这个挤了也没有，这个手感挺好的。我靠！在八姐直播间这样真的好吗？没事，这不是我们的直播间，八姐不在，我们。八姐直播间是个很正经的直播间，是吗？哎，也说不定。啊、不，我们在这里就不正经了。一下我是一个正经女主播，我们是正经，我是正经。那我可以摸吗？可以啊，是吧？要我摸吗？我旅游，摸的话来拖个大，就夸奖一下的话，看心情吧。这没脱妆吗？你这个扎胸了。扎胸了，我可以试试是真的吗？哇，啊，真的吗？当然是。但我觉得这样搓根本就搓不出来，肯定要试试。哇靠！我觉得好爽啊！然后要被崩了。真的还是真的大，它不是挤的，我可以作证，我发誓。为什么发誓是这样的？我发誓。为什么发誓是这样的？我不知道怎么发誓。发誓是尺度太大，这样飙车了，飙车了，举报了。去哆来咪发嗦，哆来咪发嗦啦的飞机。去桃树我的小，不知道是桃树我的小什么，看不到，我们永远只看不到。小胸，难道是桃树的？对啊，怎么可能嘛？敢不改名字？不可能，改成大叔。小屌，桃树我的三十六计。桃树我的小屌是什么？我有朋友叫丸子的大鸟，他每次都给我送飞机，不知道他干什么。超速了，我就觉得我们有点超速哎，车开得太快了。超速，嗯，我们车慢一点，我们慢慢开好吧，趁八姐不在。对，你觉得你哇哇塞，挡住，我这是挡住好不好？请挡好，好吗？好的。我难得穿的这，我直播从来没穿的这么性感过。这今天买了一条，对，这是一个难得的福利，我直播都没有这么性感过。舒服了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可能是完事儿了。不是，随着一阵身体的哆嗦，对，直播间突然变得索然无味是吗？我也单身超到这两天熬夜，你看，就已经蒸了很多遮瑕膏了，就不。也但是真的。你们是不是觉得直播间变得索然无味了？你们也太快了吧！哎，一二三，索然无味了。舒服了。现在进入了闲者模式。不是啊，唱歌。这真的溜了溜了，他们就溜了，我的天哪！发姐的福利终于有福利了。福利完你们就溜了，就什么叫？什么无情是吗？是啊，罚什么无情？嗯，太无情了。可以啊，你们好歹装一下呀，点支烟什么的。然后我就是穿着你最最受欢迎的。